今天我们做一个雪人的贺卡，用到一点橘黄的纸，一会儿做雪人的鼻子，这是用到的工具。放了一旁，我们先做一个雪地，用一张 A4 纸剪出一些弧形来。先把它粘上。先放在一旁，等它干。把这张纸拿过来，我们画一个雪人，靠边点画。圆形的头，鼻子最后再说，先不动它。不要留白边儿。搁一旁有用。
用同样的方法再做一个。这时我们画他的手，就是树枝。用这张橘黄的纸做他的鼻子，就是胡萝卜。建个三角，大，再小一点。我们可写一些英文字母，找一张小纸对折，剪一些小圆球，就是雪花。它粘的零散的粘几个。